你还好吧？一鸣来了，那我去了。进去呗。你们的离婚协议已经理清楚了。你们确定都商量好了吗？商量好了。那好，我们再确认一下，你们之间有一个女儿，你们商量好孩子是跟妈妈吗？确认了。那爸爸同意吗？同意。那剩下的就是孩子的抚养费用，我们共同承担。你们都确认同意了吗？那两位在这边签个字。你们签完字之后，你们两个人之间所有法律上的关系就都结束了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一样。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啊，感谢你一直以来为我所做的牺牲。
这些年过得很幸福。这些都是我的选择，这些年我也很幸福。从今以后我的生活就是每天要跟你跟心仪说对不起了，虽然你们听不到吧。不用了，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我当朋友相处吗？老婆，我坐移民车走，我有事要跟他谈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嗯，明白。冷静点，待会儿好好开车，别冲动。还有啊，这事儿你先别让别人知道了。别这样，不管怎样，该是我们的，最终都会是我们的。我跟任飞谈恋爱的时候，光分手都分了三次。现在，她还不是我老婆吗？我觉得，你们离婚也好，重新洗牌，也许有重头再来的机会。注意安全。